也不吃点菜，吃那碳中啥？喝酒是喝酒，吃那碳中啥的？我问你，我反正就是喝酒不吃菜。我看见酒，无名，杯名都是贵。咱目前来说还没喝酒。您这酒量在这个尾山能排上号吗？排个前三名是没有问题。有酒量，我觉得不能给他放住，喝两坛。嚯，送你瓶那个宫内的瓜干酒，山东的，哎，尝尝。呀，有点爽啊！这酒是最好的酒，喝着，后味带香。大叔，你每天都喝酒吗？那反正下床以前不抽一杯，我才不会下床。那一天喝几顿呢？轮着炖弄啥了，轮着。想起来就喝，不想不起来就，自个有酒了就喝了，自个没酒了去那个酒。就是不吃饭的时候也喝吗？非得吃饭喝酒啊，不吃饭都不叫喝。高兴的，累的，掏一口喝喝。说啥炖不炖的，在我自个手头底下有，我在家给他炖的。我睡梦起来给他说的，我摸着酒瓶我还在炖一口嘞还。你想想。啊，就半夜醒了还摸着酒瓶。我摸着酒瓶还炖一口嘞还。您觉得喝酒的意义是什么？说句大实话，爽，一些些个烦恼，一些些个忧愁都解脱了。这酒这喝了就是第一次提神，多干活多做生意。没有酒咋说呢，这都光点可的，喝了酒都要紧了。而别人不是都是喝完酒迷糊睡觉？不存在，我是越喝酒越有睡，我是越喝酒越有精神。您今年多大岁数？出狗大约就是53岁了。